哎、欸，对，好，忘了你多少？四个。被说啥？那上一场加这一场嘞？对，上一场加这一场四个。哎，我们来选个地图哈。你要不要试试看困难模式啊？这简单是不是太简单？困难吗？还是我们先今天玩完简单，然后之后再来挑战困难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选个地图，你简单赚五块钱，然后跟我讲说很简单。哎、欸，他第二关真的开启嘞、欸！哎，对，第二关必取开启了，来喽！你在讲脏话？没有，他真的叫对球了，必取开启了。我这可以出来，在干嘛？你确定要出去吗？好，不要出来。看一下，可以进来了，感觉会出事。雪某人呢？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他没办法再回来了。这是好玩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大家东西都带好了哈。是的，好 ，Go Go Go， Ready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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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哎呦，这样子我还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有箱子，哎、欸，是空的。哦，太，什么都没有，怎么都没东西？还要讲话了吧？我在猜，有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有了，来了，晚上了，晚上了。听听看，我听听看。注意，放假的愚蠢的人类们，哦不，你们的地球被等等，又是你，你怎么没关系。反正你不会幸运两次的，没有人天天在过年的。哦，也还是没有人天天会在过年的部分。哎、欸，来打排球，你打排球，打排球，这是算。哎、欸，我哎、欸，出事。阿谦是消防员，是不是？阿谦是消防员吗？那你们这个自己小心一下哈，不要那个掉到水里啊。你的屋顶被炸爆了，消防员。不，我的位置上面有东西。屋顶消防员。哦，好多那个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什么虫。什么虫？什么虫啊？渡鱼啊，渡鱼。好好说话。OK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一艘船哎、欸，下面有艘船，好酷哦、喔。下面。我摔死啦！哎、欸，我摔死啦！太高。最下面有一艘船。我卡住。等一下、喔。行强哎、欸。哦，哎呦，嗨哟，嗨呀，嗨呀，嗨呀。DMT 带我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点。等一下，就不会摔死了。其实。一块钱。等一下，哇惨了！一块钱进来，给你啦，钱给你啦，阿里嘎多呢，三命一条啦，给你钱啦！哎呀，我有出事！哇、哦，我也想要钱，哦、钱会不会在那个啊？会在这个潜水艇里面？而且每个场景都很好看哎、欸，他有认真在做，然后他就这样子把它炸掉。等一下，卡在这，他可能就是那个爆炸就是艺术吧？我懂。哦，等这可以干嘛？哎呦！只有抖。可恶，箱子里面没东西，他骗我。上不去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卡在船里面，我怎么出去？嘿嘿，雪兔想说，为什么里面的钱不见了哈？钱应该是被人家拿光了啦，不知道谁拿走。阿神啊，阿神一直在抢钱。快、欸，我天哪、啊！手速眼前眼快、欸，真的嘞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样好高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下去比较好。欸、我想要，哎、欸，我们顺水下去是会怎样吗？会推舟。哎呀。顺水推舟啊！好烂啊！我操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顺水推舟！哎，小光，嗯，怎么了？我看到你在里面拿钱拿得很开心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了。你怎么看到我拿钱的？哎呀，嗨呀！好，我死掉了！不要再加我了！我惨了！我没拿到什么钱，糟糕。成长曲线取起来，只剩四块钱。成长曲线取起来，取到了。OK， 为什么不漏拿了会消失啊？对啊，为什么不漏拿了会消失？可能就是垃圾嘛，他就不让垃圾在你的位置。我在猜，会不会？可是我喜欢垃圾。哎，谁在？雪兔在下面，雪兔你怎么下去了？靠背。小公司要被活活炸死！完了，我炸死了。没关系，我钱还蛮多的。没关系，我钱还蛮多的。22个是接刚刚上一场的，二十二个啊，对啊，哇，好多啊！他应该是这场拿了22个啦。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这场22个太猛了吧？他是这一场拿22个，他刚刚中间狂看钱了，我有看到。没有乱讲，没有22个是点点点三万公里哦。他刚刚有一个空间，然后他就在里面狂拿钱。
没有啦。你钱很多，你是否要捐一下？误会误会，乐捐捐出来吧。是那天有什么？好啦，我要拿剧毒药水去丢小光了啦。小光你在哪？我不行啊，不行啊。小光嘞，小光嘞，我终于懂为什么他要付剧毒药水了，原来就是这样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哎，雪兔，雪兔借我试丢，我看这剧毒药水有没有用。不要用我啦！雪兔，好痛啊！好多骨头。哎，所以剧毒药水真的有用是不是？有。没有。他已经中剧毒了。给我钱！我现在超大爆过敏哦，我现在随时都会哈啾哦，你们小心一点哦。哦，听起来蛮可怕的。What the fuck？ 虚弱药，阿谦，虚弱药水，阿谦。对，水底下哎。对啊，水底下。虚一下。哇塞，刚刚里面直接送六个哎，好爽。等一下啦，小光在水里面呢。没有啦，我那在水里面，你们乱讲。我在你屁股后面，我看到了啦。小光在水里面是不是？要乱讲啦，会死掉。我有缓慢药水啦，我有缓慢。死啦！是啊。哎呦，好酷哦！这样油还蛮酷的。一点点吧，比较胖一点点，所以游不过来吧。哎，你说谁？限重。限重。酷。这水里面好像有碱爆哎，就是不会这么。哎呀，好烫。小光，缓慢不去，缓慢药水给你。糟了，我们中了陷阱，我们中了陷阱，这里没办法。啊！哎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，那是什么鬼？什么自杀鬼？不是，重生在这同个位置是怎样啦？等一下，卡住了，他上不去，上不去，我上不去，下不去，怎么啦？这是什么啦？看样子阿谦就看我们两个人啦。啊，我努力打路啊！哎、欸，他有陷阱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对，这个陷阱是没有办法离开的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有点哑巴、欸，这有点哑巴、欸。你们就要被天地活活炸死了吧？我在猜。没有，我们被炸死，我们还会重生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上不去，我们完全上不去。我只能我看到孔明的陷阱了，我只能看到天。是不是应该要找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找那个、啊？就不应该、啊、在哪里？哦，到了，那里。哦，骷髅头好帅哦、啊！我看到箱子了，久等、欸。没有东西啦，这里。哎、欸，哦，成功了。水哦。要捋漏的，他是不是要捋漏的？对，给他捋漏的一下哦。我们刚刚上一场大家都太和平了，你们觉不觉得是不是应该来开启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啊？哎呦，雷斯贝特。你说 AK47 吗？不是 AK47、啊。这个探长，这个真的很好用。哎，等一下哦，好像不错哦。Friendly fire， 好不好？友善的火，好吗？好。PVP， 我来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现在的金币数量，好不好？我先看，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开场顺序，好不好？我跟刚上一场拿到了24个，哦，蛮不错的。阿谦16个，啊，不错哎。啊，小光嘞？31，好扯。30。哇！哦，输给哇，好酷啊！好啦，那哎哦对，好忘了你多少？4个。多少？四个。那上一场加这一场嘞？对，上一场加这一场4个。嗨，来选个地图哈！我跟你们讲，那个啊，阿神啊，啊那个小光啊，超爱干钱的。没有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开了，哦，水哦，水哦，哎呦，这地图看起来很帅，这场可以干掉别人喽。好，皮绷紧一点啊！我先缓速魔法，然后再砍你。准备哦 ，three two one， ready go go go！ 哎呦，有，好帅哦！等一下，还没啊，我要听那个啦。哎呦，谁砍我？哎，这好像那个。这好像那个什么，那个 L4 D2 一开始第一关啊，对耶，有像故意人类。你的实验已经太久了，请就是欣赏你最后的表演吧。哦，你看外面全部着火嘞，
哎、欸，出事出事！我有点不要力，力不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我，等一下，走开！被发现了。各位，人就砍。各位，我有个好的想法。各位，我有个好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街上那一个人剩下没钱，然后他就不用进来跟我们抢钱了。你觉得如何？欸、哇 ，baby！ 先淘汰掉谁呢？先淘汰掉是阿神啊，不然呢？我也觉得是阿神。他就不用进来抢钱。没错、啊，没错，没错，同意，同意。我也同意这个想法。不是、啊、阿神，我不会没钱啊！你刚刚多少钱？你没有讲哎、欸，我们都之前都不现在不知道他的钱多少哎、欸。我24啊！等等等等，是啊，这一罐的东西有点少。呆呆呆，你干嘛干嘛？不要丢我、啊！阿达，你是想要试试看那个东西有没有用、啊？现在有，好痛啊！缓慢，缓慢用、啊。骗人！哇，哑巴哑巴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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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他怎么都没有那个补血的那个？对，没补血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哇，这一关有点难，这一关有点难。会出事，会出事，会出事！好难哦！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出事，会出事，又要出事，又要出事！小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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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跑！小光，不要跑！出事！被谁杀死？等一下，我是被人杀死的。等一下，会出事，会出事！你别闹！阿贝出事了！阿贝，不要！阿贝，开玩笑！睡啦，睡啦，睡啦，雪兔。醉啦！你们出事，出事，出事，出事！哎呦，哎呀，小高瘦的好爽哦！没有啦，我那么瘦，我一个都没拿到。哎、欸，雪兔，雪兔，阿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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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快点，上阿闪，上阿闪！不是上我、啊，干嘛？谁砍我？雪兔！啊啊！雪兔，我没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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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唯一的混蛋不是我，那就是阿闪了，那就是阿闪，搞不好没有啦。我都拿到小的、欸，我都拿到小的、欸，小的什么？小的就很不错了、啊。哎哎，哑巴哑巴哑巴，没什么呢。一袋有，没什么呢，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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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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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这样，大家不要这样。我跟血，我跟血啊，伤害好吗？这样不好吗？雪兔，雪兔，干他，干他，阿神！不要再干，你整天要干活。听起来怪怪的呢。哎呀，我到监狱了啦！走我想，我想拿这个啊啊！阿谦在干人，阿谦偷干人。哦，阿谦走啊！哎呦，没有，那是我的空间，你不可以进来。那是我，我也写名字在门口了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那个空间不错哎、欸。我还以为啊，哎、欸，我掉到最下面哎、欸，最下面，那你就死定了。哎、欸、哦，最下面，我要出事，我要出事，我要出事了。没东西，没有东西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它是一栋超、欸、它超大的大楼哎、欸，那个东西的哦，哎、欸，我找到了，各位，你找到一楼，先还不要，先不要，啊、是，哎、欸，三秒侠哦，那么快，啊我又捡不到钱，然后又掉到最下面，我别无选择。啊你总共多少啊？你总共多少？我剩四块。哎、欸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我就没钱，我没有钱。我们把箱子里面的金币全部拿出来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多少，看看我们可以买什么东西好不好？首先是我33个，再来26个，然后再来雪兔62个，好猛、喔，有够多的。我51，哦，那哦你4个哦，你说我全部加起来吗？当然是蛮多啊，4个。我帮他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哦。那我们凑钱，我们凑钱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我四个的贡献很大。先把钱先丢给我们，等一下下一场的时候改个规则。现在是金钱共产化了吗？对对对，什么共产化？老大说的算。那个，这个是一个共产的世界。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问到了，我的钱还是我的钱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出去外面呢、欸？我们先去外面好了。好好好好。这里这好现实啊、哦！我努力赚的钱被人家拿走了，全部被充公。来，我试试看点这个会发生什么事哦。好。啊。你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？有了，怎么了？什么 ？Armor Suit One Unlock 哦，各位，怎么了？哦哦，这是大家一起赚的啦！哦哇哇，赚的啦！哦，好潮哦！还有钱吗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什么啊，金鸡母啊，帮我们开一只，哎、欸，好酷、哦！我想要开这只鸡，必赚钱。好像牛牛套装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这里有一只鸡，我想要这只鸡，爸爸。鸡也好可爱哦、喔。他知道装会防火吗？我应该不知道啊。今天结束啦！哎、欸，很刺激，很刺激。
这个挑战关卡，这个地图还蛮有趣的，感觉可以自己买来也拍一下玩玩看。可是我真的好烂，我那个钱超少，目前玩麦块每个地图都蛮烂的，我就烂。最近也会多出一些麦块影片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如果想要看我拍什么系列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讲。以上就是今天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啦，那各位观众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还在下方那个订阅你喜欢，那也别忘记点个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任何麦块影片。那记得去追踪 FB HYU， 按照我的粉丝团黑羽 LIV 追踪 Instagram 比尔奇凯三八四。那我们就下面见，拜拜。